大家好，我是 Finn， 我是 D， 也是新科王家大师，也是王家领袖俱乐部成员之一。今天我们两个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不知不觉大家也在这个疫情上度过了一年多。在这里，我想总结了九个字的经验给大家：坚持不放弃，你一定能。在这里的过程，有三位我很想对你们说声谢谢。第一位就是我们敬佩的董事长 Mr. 卜航吉先生，你创造了这么好的平台，让我们不平凡的人都能在这里成功，谢谢。第二位我想要谢谢的是马来西亚的埃多美公司全体上下不辞劳苦的 Mr. Kim 和所有的员工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。第三位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对贵人，他们让我们了解优品良价的产品，我也被他们深深的真诚恳切的打动到，因此深深的着迷，而开始我的爱多美的事业。从我不懂，没有口才又内向，这对贵人一直没有放手支撑我，经过多年的不放弃，终于达到理想的彼岸，谢谢你们。过往我是一位做了15年的服装设计师，因为健康出了红灯，我没办法不停止我的梦想，唯一帮助我的丈夫做了这个生意，一做就做了10年。可是我内心知道这不是我要的，我不想以劳力汗水这样就过了这生，拿着我们的薪水。当我在寻找新的公司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找到了爱多美这家公司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要在爱多美成功并不难，就像我自己没有能力，跟着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学习和配合团队的一起成长，就这样的就造成了我今天的王家大师。这就是我 Finn。并要告诉你们大家接下来的三句话：坚持、相信、听话照做。我相信大家的坚韧不拔的努力，在爱多美一定能得到好的报酬。爱多美是一家很有爱心的好公司，它有一股翻转人生的力量，可以带大家从没有到有，从虚无缥缈的走向人生成功，从疲惫的挫折到最后美满人生的之路，翩翩起舞。只要大家在这段期间警惕，不要半路的下车，即使面对到最亲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的目光和冷言冷语，被拒绝也一定要保持正能量。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不要在意别人其他的眼光怎样看你，因为我这些人其中的一位今天就站在我的隔壁，我的爱人，期间他也不看好我，看我的样子就像一副传统生意人的样子，一路以来很抗拒传直销，因为大多是传直销商不又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，而越做越穷。回顾在韩国考察的时候，我还记得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一句话：爱多美是一家均衡和拥有大爱的企业文化，我们要做到消费者零投诉，经销商零抱怨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得了，绝对是一个奇迹。这次的认可和荣耀，最让我开心的、兴奋的，不是自己身上王家，而是能带着一帮有梦想的伙伴，大家一起成长和齐心合力地完成这个目标。荧幕上的伙伴们，非常的感恩，感恩和感谢你们，因为你们来自全球各地的你们，在彼此的信任，不放弃我和认同我。我们会不断地提升我们的能力，跟着爱多美共同的成长文化，回归公司，做一个好
很好的榜样，在 这家大爱的企业，通过分享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爱多美。每次我只能羡慕一家人的在爱多美里面创业。但就在前两个礼拜，我收到我的女儿的一个祝福，和最兴奋的，她要加入我们爱多美这个大家庭。我有老公和女儿的一起配合和合作作战，我相信一起的力量可以帮助更加多应该帮的爱的家人们。成功没有什么捷径，一定要齐心协力，设定目标，决定信念，互相配合。在爱多美，不是说谁厉害，谁就业成功，而是谁改变的速度更快，而且跟着正善善劣的概念一起成长，一起成功。我们的使命要帮助更多伙伴翻转人生，希望大家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最后，我们真心祝福大家早日成功，一起踏上尊王之梦。谢谢你们。